大家好，我是丽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用破壁机制作花生核桃糊的小方法，一起来看看怎样做的吧。利用家里的破壁机，只要十几秒钟就可以搅打成糊状。这时候可以继续用破壁机加热，也可以转到炉子上加热。更新家里的厨房小电器之后，在家煮食似乎不难了，反而变成了一种生活的乐趣，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。